妻加须弥，夫妻加须弥。哎呦，有思想啊，有思想，有思想。一神迹，神迹还变到了一个，哇靠，高成本呀，兄弟，高成本啊！四组高成本炼药，只为榨出其须弥霜特殊，真刺激。夫妻加须弥，夫妻加须弥。哎呦，有思想啊，有思想，有思想，有思想啊！比较另类的一两个善恶和立体可能会有，不会大范围的。来啊，我直接点了啊。连级神迹，甚至他垫掉了一个神迹。最近我只要正着合全是垃圾，反着合吧也不一定极品，但是出的几率还稍微高一点啊。还是咱们先正合，正合不行就反着合。四组夫妻加皮须弥，合完我感觉老板没准能打啊！看一下大哥在不在？随便点，好的哥哥，小可乐弟弟冲！第一组披着童子，连击没有白变，继续主种放前，副种放后。啊，再生不冲突，偷袭不冲突，吸收大雷不冲突，连击神迹，神迹还垫到了一个，我靠，高成本呀，兄弟，高成本啊！吃了十个巡手，这把该反着合了。连击垫掉，他的初期无意都垫掉了一个臂带，还是认证，这组没有正合反合，出哪个都行。神佑和鬼魂冲突，哦，没有神佑啊 ，sorry， 我眼睛瞎了。出来画魂 ，OK， 认证以后多了一个技能。那第四组正合，法莲和招架，垫掉了法莲，四加一是五，五加五啊，月妹 OK， 主手的含量还是可以的，野生有点多。第一个没须弥，第二个初期须弥，第三个野，第四个野，有一只初期须弥的童子，在不幸中有一丝小幸运啊。你不是说不会出化魂吗？说的是一个大几率，51%和49%，表面上只差了1%的几率，但是我跟你玩一万次的话，我就一定赢你，懂吗？这叫咱们说的是数学模型啊和规则的设定。我跟你说的是 C 加加，想打不？哥看你，我觉得初期须弥都不值得合了。我不知道你以前玩啥游戏，玩了多久？就初期须弥现在的价格低的咋说呢？啊，以前初期须弥八技能的话6万，现在的话就得是4万或者是3万，比无级别掉的还狠，就是初期加须弥。看你心情，想打你就秒钱。你这样，我先打本大法，打本大法它也好卖。如果打大法成了的话，我们就卖胚子；掉了的话，算了，直接卖胚子下。怕一本大法没了，大家都尴尬，人家新朋友第一次来是吧？别的板块过来的。来吧，160出了那个 1.12 穿刺衣服的老板又来了，希望能有一个与衣服配套的武器。感谢小可乐弟弟呀、赠送的星河之愿啊，相当于火箭，这礼物一刷啊，效果特别炫啊。别的板块的老板玩的就是滑，不是我们不认识的东西啊。505耐敏，打出来伤害505，这个原神可以说细思极恐。因为他即便对505出一个 1.08， 原神可能是467的双加啊。505耐敏双加，530损白，599 708，这把武器如果要是带布魔就屌了啊。如果708除以3啊，再加上一个599 835的布魔的锤子，应该能卖上4万。597 556 533 516单加44 531损白板，618高伤，没有蓝字啊。老公你说话呀，怎么一个蓝字都没有啊？